好，我是 Grace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迪拜的一个海滩，叫做 Nikki Beach。今天这里要举办一个活动，它是著名的手表品牌 Roger Dubi 和兰博基尼联合推出了一个新表的系列。这里呢有一些兰博基尼的车展出，觉得非常的帅气，然后我现在就在里面，感受这辆豪车。好，我刚才已经感受了这个坐在豪车里的感受，有了一点点就是迪拜土豪平时的这样的一种体验。其实很多人都说迪拜是一个遍地土豪、遍地豪车、遍地黄金的地方，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呢并没有错，但是这只是迪拜的一个缩影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想带大家尽情的去看一下迪拜这种土豪奢华的一面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款表，它把兰博基尼跑车的元素融入到了手表中，意大利的美学和动能与瑞士机械表相结合。这个表盘呢是模仿了兰博基尼引擎的设计，感觉戴上它会多了很多勇气，可以带着它去冒险，用超跑的速度去追赶时间。刚才写的是Live Bolded and Go Wild， 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，因为它让我敢于去做一些尝试一些我不敢做的事情，然后 Go Wild 就是你可以更加放松，更加过得自我一些。拥有一款名表，除了可以彰显身份之外，也可以表达一个人对于时间的看法。对待时间，有时候我们需要分秒必争，与时间赛跑，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就如同这个晚上觥筹交错的美好时光。